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阎王升华式。升华式，哦，这个关卡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哈。双体共生，我们先就是在这一关做一个处击的动作。利用双体共生处技是最好的时机哦，因为下一关他的那个战斗方式是越战越强。哦，一样，先扁左边这只哦。哦，右边这只也可以运用哦。哦，这个千里眼还有 CD 一哦。那我现在看差不多了，我先把它带走，好不好？CD 二哦，大幅提升哦，注意看到是大幅提升哦，所以我预计是一波带走如何？嗯，看起来是没有带走哈。哦，打起来跟我预计是有点落差哦。我没关系，我们就是抓三分之一血量再一波爆发哦。现在可能我不能锤他太大力了。因为本身攻击力没有很强啊，我刚一波爆发也很软嘛。这个目前就是一个处击的 feel 哈，啊，一回合。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叠珠好了。好像是没有跌到的意思，再轻轻抚弄它一下哈。哦，还没有炫骷髅头都是 OK 的。
我先看下牛王的技能哦，确定一下这个珠子，珠子的部分，水星、火转星哦，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杂珠是够多了哦，所以就是这样好了，让杂珠更多一点这样，然后杂珠不要离太远，哦，好舒服啊。不晓得这个威力如何哈、哦？去十吧 ，K， 哦，好 ，Very good， 大王万岁，大王万岁，耶、yeah, ，万岁，大牛魔王万岁，好，牛魔王升华四，以上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